你知道求职者平均面试录取率大约只有6% 吗？你知道企业主只花100秒审视你的履历吗？今年2月留下3天，改变你的面试能力。焦点观点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，我是阿峰。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1月18号刊登在大内高手粉丝团的文章。过年到了，代表着许多人要去面试的季节也到了。但现在整体经济环境下，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。有时候很幸运找到一个好的面试，但却常常因为履历写得不好，面试状态不佳，而与这份工作擦身而过。如果以上是你的困扰，那接下来阿峰要跟你分享的资讯就不要错过啦。今天跟大家分享，在职场当中有一群高手，他们愿意把自己所学的分享出来，这群人叫做大内高手。2月班打造你的黄金职涯，3堂课6小时，原价1800，现在只需要900元。讲师有资深高级能力顾问 Scott， 协助台积电、联发科等一流企业招聘高阶经理人。另外一位讲师，前 UPS 亚太区行销经理 Isabel， 18年外商经历，主管亚太区行销。两位讲师看过的履历、面试过的人可能超过数千人，所以他们叫做大内高手。如果你觉得你适合上课，就赶紧报名。如果你愿意在底下 tag 你的朋友或分享出去，我们将会抽出3位。免费去上课哦，2月8号、2月15号、2月20号，赶紧留下来吧。好的，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。这堂课商业观点会推，除了课程扎实、阵容坚强外，更是因为课程当中会让大家用团队的方式彼此认识交流。2月份只要3天，相信你会翻转你的职涯。最后，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、商业、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焦点观点 Plus 社团，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。焦点观点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，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